所以刚刚用人这样子冲冲不进去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现在用对风扇吹里面看看，吹有成功吗？因为要很多冷气才可以。哦，把它拉开，拉开。哦，电风扇把它吹里面。好，这边吹好了。耶！这边呢？等一下哦。这边吹进去，吹进去。哦，吹进去，然后把它关起来。哇，好了，你也可以在上面睡觉了。呜呜呜！这个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？哇，怎么又漏风了？因为这个是我原子频道里面的。因为这个又打开了，刚刚充好的，结果又打开了，奇怪，这要怎么用啊？要把它折过来吗？所以第二次用电风扇充气，这样折起来又失败了，不行。还是要用这个袋子。用那个袋子吗？